下面要要求你哈，这段文字啊 ，v 等于括弧 gh 二分之一要取消三弧线跟底线，所以我们先把文字框起来以后，在字形这边点它的对话方块钮，底线一样是改成无啊，三弧线双三弧线这个打勾去掉啊，然后按确定就好了，然后一除以二分之一有没有？这个要往上提，所以我把文字框起来，选择上标啊、哦，那文字往上啊、哦，这样就好了啊、哦，好了。